远点的听、欸。好了，我来了，来了来。什么东西？我好废哦。要慢慢学啊。去那边，然后嘞？那边，我不是要现在跳过？哦，白痴下来就好了哦。啊，只不过洞在上面了，我们还是需要萨满。萨满可以跳河。萨满，你去你的！过不去了，萨满。啊，推走！哎、欸，你们走开，你们走开，我们要推走这个。回来，回来，回来，我卡住。有比目鱼，按下可以潜水，不是进去水里面，然后按下。但现在不行啊！哎、欸，不要用，不要，不要，不要，都不要用实体的了。你放大的箱子，按空白键。不要直接直播，克洛伊，你木箱子放下面，按空白键，按空白键。对对对对对，你在我这个位置按才对。你现在那边按没有用了，会浮起来。把那个绑。啊，完了，没事。有气势哦，要不要一起吃？你敲没有用，因为已经打卡在那边挡住了。气势，你能分我一下吗？来啊！你要过来拿，你过来拿。他想跟我分享这块气势。你们的好乱。所以就是不能什么都用实体的啊，才会这么烦啊。好了。那个 Steam 有免费游戏，所以如果想玩的话，可以再来玩。啊，房间名称在置顶。啦啦啦啦，对。好、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有道具？你几秒钟前是不是才问过？我是不是跟你讲过这个？你因为你不是萨满，因为你不是萨满，你会看到下面有个排行，对不对？我现在16有没有，其他人都1100，那个就代表说现在分数最高的是萨满，所以我下一回合就当萨满。哦，对不对？啊，你们现在不要动哦，麦当哦，友情大考验哦，友情大考验哦，谁动就去死哦，好不好？踢出房间吗？不会啦，不会到踢出啦，好了，可以动了。哎，为什么可以动了？等一下，我说可以动，没有跳。我发现好用，我以为他跳得过去。好，你好。我解释一下 ，B 这个东西嘛，红红的这个点，它就是固定的这个杠杆，所以它是，你就想像是钉子钉下去了，所以它不会晃。请你下一回你当哦。不，我不会，完蛋了。学啊，我教你啊，我教你啊，你光遇什么都不会，还不慢慢教的。你就看到你有什么板子啊、箱子，对不对？对，首先就是先放一个箱子嘛。看你啊，反正就是，我先教你一下。你拿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接点的，你可以按 C 按几下，你会发现有没有一个接点在中间、前面、后面，有吗？你要拿板子出来，板子比较好教。哦，板子，我拉箱子。对，我拉了个箱子。丢掉？丢啊！你不用丢掉啊，你就换另外一个箱那个就好了。耶、yeah, ，好酷、喔！我也是萨满，好棒。对，然后你就按 C， 让、啊、你们两个一起学。按 C 多按几下，你会发现那个它在上前后左右在动。对，那怎么放？左键按住几秒钟。然后 C 的话是要连接到东西，它才有用。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按 B。B 的话是不用连接东西，它就固定在那边。按一下 B， 有要出现红圈圈的时候才能哦、喔，有吗？好有、啊，你们放不下去原因是因为你有没有看到你们周围有一圈一个圆圈，你们要放在圆圈内。哦，所以它没办法说像你在这边放在老鼠洞那边，没办法。哎、欸，左键按住，给你评估，对，这样子，对对对对对，这你就会了。那再来说，刚不就说实体跟空心的吗？是你拿出个箱子放在我们身上，按一个空白键，拿箱子出来，按一下空白键，空白键，对，然后按左键按住，对，这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走动。
懂了吗？然后还可以跳出去先教你们。这就是空气了，我们跳不过去，但建筑物的那些东西可以盖过去。然后我当萨满，我示范给你看。嗯，是吗，同学？为什么他在那边？他首先他要先知道他怎么你对，不是，你不要每次用这个，你用那个一个透明的，很像箭头的蓝色的框框的那个，然后你按 C 架住那个冰块，对，用 C 或 B， 那个把自己抽走了，懂了吗？不要什么都用大棒棒，好不好？不是还有一个萨满吗？有两个，没有，要看关卡。你可以再推过去吗？不行了吗？好像不行。你如果真的要放，你不要放那么后面，好不好？你可以放。你那个球一定会卡在那个孔，你知道吗？你推过去而已，你的球，你可以把那颗球架在那个冰块上面。跳舞是哪个键？跳舞是那个啊。一个很像围裙的，有一个围裙的芭蕾舞裙的那个，哪里有个芭蕾舞裙？没有，就是中间有没有？中间你的头像右边有个芭蕾舞裙，这个画面好小。对啊，它画面好小哦。排排站都在跳舞，我在等萨满的救我们。辛苦你的马特同学。怎样？通常剩下20秒，我们就会这样子了。什么？首先，他要先学会逃离那边。他先学会怎么自杀。哎，原来。这一关没萨满，所以啊，我就很讨厌这种岩浆，这种岩浆就是他想要想办法弹到上面去啦，所以我不会弹到哪个上、我说我不会，我就不要，对，就是那个故意那样子，就是你弹到左边冰块，你要马上往右边走，然后你会滑过去，你会滑过去，是超难的，我不喜欢，我就直接自杀了。哇塞，那好强哦！他很强啊，他刚刚讲了什么？他找回以前的账号，你想一下，他头上戴个圣诞帽，你看一下，那是复刻的，买不到的。对啊，中毒。他满谁？等一下。喂，那个是谁？跳上去，买得到？为什么买不到？买得到，买得到啊！我骗他的啊！你是谁？你是谁？怎么你们跳得上去？为什么他跳得上去？哦，太饿了，嗨！来，我解释一下哦，很多东西不需要靠萨满，就像这个墙壁的话，你可以像，如果你要跳右边，你就左上右、左上右的跳。如果是跳右边的话，你就右上左、右上左的跳。西敏不要动，西敏。好。我搬到了泰二，你看。你看。那在这边，我在这边。他天都搬树，不是搬树，搬钱。搬树是没错啦，搬树。你不会进房间，那个你在这边要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搜寻斜线 R O O N， 然后空白小老鼠919，番薯你可以吗？番薯，我不行，我现在改名字了，我现在我不行。为什么你都签打不到人呢？你需要对准那个老鼠的大概大腿的位置。老鼠的大腿，对。可西敏不能按啊，其他人就可以按。因为你西敏太远了啦，他一定要在你框框外面吧？有啊，他在我圈圈里面。哦，那再试一试。跳下去了。
客人下去呢？我有一颗球，那个球在哪？天没了。我知道我的画面一直在闪，好像破图。我们可以先番茄吗？这所以这算是一个建筑游戏。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过来左边一点，过来左边一点。我决定先在这边看戏。你会被卡。阿敏，番茄在。没有，我来了，我过来了。你是要看我的画面？哎、欸欸，阿敏，我下去了。阿敏，我没看到我自己。等一下哦，我是不是不要放会比较好？没有，这一关就是要竞技啊。这个云，云可以踩，云可以踩。番茄，哇！番茄，番茄要杀人哦！再见哦！杀人哦！看一下哦！哎呦！自己要掉了，番茄！云跑走了，云跑走了！好，云回来，那云回来，那个秀秀，等一下哦！那个云危险，云危险，往左边跳，往左边跳，一二跳！哇！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我上去是个问题、哦，请往左边一点，后面有人没吃到。等一下哦，箱子也可以固定，不是吗？可以啊，啊，可是它会动啊。我看一下哦，哦，还有十秒、九秒、八、七、六。哈哈，什么机敏哦，番薯，番薯哦，番薯，我怎么玩了？我，番薯哦，来，这你就发挥你的创意啊，发挥你的创意。那我的大炮了啊，我的圈暴力解决啊。你不会就可以用东西把我们推下去了啦。那个，右下面有一个有箭头的球，你把那个放在我们左边，往右边推我们。对，如果你想要学的话啦，如果要好好学这游戏怎么玩的话，你真的，但是完了完了，我看到了，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看到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哦，我消失了，你挂网哦，我一段时间没动，它就自己变泡泡了。不是，但是距离不够，怎么放箱子？你可以用滚轮啊，玩太久，光遇现在好了，不要玩那么久。那个游戏不是让你玩那么久的，你可以玩我。完蛋！哎，我在看。下去。我们要抵制他。快点，快点！不是你。欸你这个没办法架，你不能凭空架一个东西。我刚刚有教你按 B 的话就是个钉子。哦，你按 B 的话才有办法凭空架出东西。那 C 是什么 ？C 是连接点，你可以想象它是音架，它需要东西架着。你先在左边放一个 B， 你这边左边那个放一个，左边那个，你左边那个放一个 B。包包里面你的左边，你的左边放一个平的，平的按 B， 你的杠杆原理是不好。对，往上，不是这里。平台，啊，平台在，没了，我握你，不用吧？很烂，这个不用吧？不用，这只是，这不是小学生都会的东西吗？不用吧？小学生，完了，小学生都跳不过去。等一下。小学生下河了，小学生跳下去喽，番茄下来，速度不够啦，我们小学生们再见。这个是什么？笑死！这跳点是哪里啊？这黑色的都是跳的点呢、欸。黑色的可以走、啊，可以推，但是我们都不去，可以推。黑色，推，可以推出去啊。挤啦！完美没东西啊，挤啦！第四，蓝色可以踩。
蓝色一颗菜，哇，42等呢，冻在里面呢，大佬哎，为什么你又有兔子了？谁？可恶！包包里面有啊，包包，包包是他，包包是不是他送的？什么包包？包包在哪里？来，我先看，我只有左下角有个包包啊，左下角头像的左下角有个小包包。哦，里面有个服装和宠物，没有啊，我这只有投掷啊。欸，我有哎，欸，还好我不要用，舍不得。还有三个小学生们，冲啊！啊！冲啊！冲啊！小学生们，我跳不上去，考点，缺点技术。呵呵呵呵，传亮，安心跑了。我走了，我要上去，上不去，我要这边射了。上满，要上满，差一点，不要乱射。然后什么卡住了？光遇。啊，我在哪？不是太多鼠了啦！太多鼠了，太鼠了！哎，我跳过来了，开心快鼠掉了，你有没有？嘿嘞，怎么跳？右上左右上，哎呀，你还没拿到骑士哦！我有，你没有，哎，你没有，你没有，好哦，原来看错别人了。嗨，耶，我上来了，完了，有人在嘞。老鼠，老鼠跳，跑跑啊，有了，快老鼠，冲啊，快回家，冲啊，冲啊，冲进去啊，进啊，可进啊，进去啊，哎。我的方向盘坏掉了。方向盘，你是用方向盘在玩这款游戏哦？方向盘，哦，感觉很花，感觉很花，感觉很花。没有啊，你们前面那边有那个，不用怕，不用怕。哦，那个会顶住。会啊。哦，会顶。我过去啊。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要跳上。冻在那边，其实在更下面哦。哎，欸，跳酷哦，你怎么飞过来的？先不要跳，先不要跳，先不要跳，跳就没了哦。我的画面跟你长得不一样，吃这个。确定？哎呀，顶头了，完蛋了，你没救了。谁？还有谁没办法来？我。等一下，那等一下再跳哦。好好好，好来 ，Go Go， 我跳不上去，完了，咻咻，赶不行了，其剩下要留给其他人好吗？不要那么自私。那云太高了吧？我要下去施工，你管屁呀，啊？怎么能下去？不能下去。我们来看施工现场。哎，欸，下去会出，你很勇哦，我看你是很勇哦，你好勇哦，干，因为你，等一下，我要怎么架？那你好勇啊，亮。好了，哎呀，我怎样吃到吗？没有吧？没有哈，没吃到，可能会死人哦。没事。有，吃到了。好，我们现在怎么上去？啊，刚刚原本有人啊，把我的弹簧浪费掉。哎，过来一点，左边一点。左，可以靠左，可以往左靠哦。哎，上不去，还是不行。上不去哪里？还没施工啊！不要下，你下去了。有人飞向宇宙了。我在哪里？啊，时间没了。你死了呀！你在哪里？冲啊！冲啊！冲啊！不要过头！不要动！停！萨满，萨满，我们需要点重量，萨满。铁针！车子需要铁针。哎，有嘞。好，一只老鼠从天而降。
我没拿的。你有铁证。哎、欸，是我哎、欸，大家不要玩了。学啊，不要什么都不会好不好？啊、不是什么，你要左键啊，长按左键。我看你是很勇哦。说拜。那我们一起排排站，我站这边。来跳舞了，各位跳舞了。我在这边。这要怎么摆啊？发挥你的创意想象力。你要按 B 固定。就是你的超能力。看来是要走左边，哎、欸，这还好。你上面怎么一直在跳舞？哎、欸，你这样摆要怎么进去？不去，这进不去，进不去。没有没有，他相信他，相信他，他不是秀秀。人家27等，相信他一下好吗？只是秀秀，你要帮他一下。我要帮他什么？让他不要那么滑。你想办法让他不要那么滑。你再去顶点八加个 C 吗？加个再对点八加个啊八加个 B 吧。啊死了！死了！你生了！秀秀救我们！秀秀，快点！秀秀，救命哦！哦，我看错人了。可以可以可以，应该可以。你要下来，往左站一点，范围外。你那是范围外，你下来。对。去哪起？好，你可以架了。什么架？你可以用气球一个，可以用气球一个一个吊上去啊！啊，有不错。你可以用气球一个。对你，你地上放个气球，你地上放个气球。对对对，左边按住。对对。按住啊，左键啊，左键，你会不会放东西？放东西左键按住，你会？我按啦。你没有啊？我刚按嘞、欸。为什么？我好按了、啊，按了、啊。哦，这是迷宫啊！迷宫，迷宫。哎、欸，干！我在这下面哦，我还在干嘛？这好容易认错。好按哦。这边呢？太暗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我下走了。等一下我看不到，好远哦！等一下，这边有灯，这边没灯了。没灯。我的灯呢？我的灯去哪了？白痴！没灯了。在隔壁，在隔壁，太高了。你怎么上去了？没灯了，我的灯呢？看不到，我看到了。我来了，我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路呢？路呢？路在哪里？我没全部装置啊，上不去、啊。你全部放个铁针不行吗？哎、欸，为什么？哎、欸，我才在那边哦。全部放个铁针吧。放个盒箱子，放个箱子，这边放个箱子，这边这边。各位，再见啦，各位。我怎么要跳上去？那个灯灯为什么会这样闪啊？哦，他要踩是不是？对，他跳踩跳踩跳踩，救救我！哎、哦，为什么你啊？你的技能是不是？放个箱子，我们先上去，让他摆箱子，让他摆箱子。哎、欸，我可以放箱子。你想一下，那个箱子摆了之后，后面的是去不去？为什么新品变箱子了？为什么？不是，你先变箱子，先变回来。有的关卡是可以变的、啊，再变。对对对。不要激我！你们走过去一点，走可以了。太大了，太大，小心小心。对，这边哦。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牺牲自我完成它。上不去。什么情况？上面那两只怎么上不去？怎么了？找一个人变呢、啊？哎，冲啊！冲啊！冲啊！我在哪里？在哪？靠腰。阿诺。在哪？怎么上去啊？不是有光圈吗？点那个。我拿到的。还紫色的那个。我也拿到了。大哥，我救救我！哎、欸，拿到了。屁了！为什么？
不要急。耶，好急。不是真的要玩那一关考验友情的，就是老鼠可以变成箱子平台的。我差一点就行了。哦，这个好像土司炼才那个。啊？土司炼差很多吧？机敏哦。谭哦，机敏。去了。弹奏性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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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奏性命呢？啊！我掉皮下去了吗？干嘛啦？下去了。谁？这么快就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啊！好笑。欸，我们老鼠有十只欸。九三四，里面就九个人了。加上满了，因为死一个了吧？哦，对。欸，过来一点啊！不是啊，我说 DC 全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啊！不要，你不要靠左边，靠掉就会掉哦。各位注意点哦。冲啊！哇！等一下啊！跟着那只兔子。冲啊！然后呢？云呐、啊！等一下，等一下要施工哦！你们在急什么？我没有，不是我。咦？哎，这个像滑滑梯耶，这边。下面更滑哦。下面就算。这边更滑，一个试试看。好，我要把这个不错的气球掉了哦。那是好，再见。气球。不是气球啦，那是云朵，听得懂就好，听得懂就好。哇，云，哎，好乱，好乱，我在哪？拿到了，完了，踩那个泡泡，踩那个泡泡，亮，草泡泡，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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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开心看到把自己的情绪那个那个番茄，番茄快来，番茄再见。不要再推了，不要再推了。等一下，不要踩，先不要踩，就不要踩。再见。先不要激动，同学们。往左边，往左边。跳哦！我们剩四秒。跳哦！来不及了啦！跳！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会死，会死！等一下，先给萨满铺路。按B，红色的要在救出来，红色的要在那个土上面。怎么出去的？红色要在土上面。过去啊！对，然后继续盖路。吃一就好了。用吸，用长一点的用吸。其实它卡住哎、我们这反而过不去了。OK， 过去，回来。可以啦。我们怎么出去的？挤压 bug， 挤压，就是延迟，所以挤不出去的人都是胖子。哦，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按靠透明的？什么意思？啊，对，应该用透明的哦。我们过了，谢谢。我们过了，谢谢。出去是个错误的选择。完了！我的想象力，让我想一下。跳舞。啊，只有我一个吗？对，还想靠人啊，女人。太远了，小姐，往右边点，小姐。别去，别去，你应该要用直按死了，完了。哦，显示 bug， 你应该用直的啦。你这样怎么跳回来？你懂吗？这个就顶到头了。你可以用直的贴着墙壁。
没事，你继续发挥，好不好？你弄得出来。哇，你可以。对，应该刚刚应该要这样子。你这个用 B 吧，但是要用透明的，不行吧？它灯不够长了啊。这要透明的，不透明就完了。死了，只能走这边。完了，我们走吧。我们走吧，飞向宇宙了。你先在这边摆。等一下。那边也可以吗？那边也可以。你这边放箱子啦，箱子他们比较好跳上来。哎呦，你很强耶！你不要上去让它失控哦。这里，然后我要干什么？继续盖啊！继续盖啊！还是长的吗？可以啊，看你啊。不行耶，会挡住耶。不会，你按空白键的。你用 B 的空白，然后你每个段落就是放个小箱子，按用 C 停住，放个那个踩的点。再见，叔叔再见。用空白的啦，你这个要用空白的。我空白了呀。10秒，你要先按空白再按 B， 不能先按 B 再按空白。哦，你看还在学习的是他们 ，Yeah。啊？怎么换完？哦，挤啊！会挤的，会挤的，会挤的，会挤的。直接飞走，哭啊！直接飞走。你太胖了吧！你太胖了。我这也不需要上满啊？为什么？哎呀，不要当上，不要。吉米，干嘛？五三，怎么卡了？太快了吧！这上满死掉了、啊。佩佩猪哎、欸！佩佩，这边为什么你们上去？刚教你的啊，怎么跑的？等一下，上来了、哦。想象一下，光遇速通怎么速？光遇速通。哎、欸，在哪、啊？那個、左边啊？我怎么上不去？尴尬。等一下，这，冲啊！回不来了，冲啊！哎、欸，好，到了。是跳这个爸爸吧？过去要跳爸爸，回来是跳。过去要跳，跳球球。好烂哦！你放气球出来，放气球给他踩，然后让他自己找位置。对，你等一下吧，等一下跳上去的时候再给他气球。没要气球。就是等他们停下来，气球放身上。你，好，也可以。气球，小小跳。你，我教你怎么，你气球一样可以那个吸在老鼠身上。你按一个吸，然后会出现一个灰色圈圈，你对着老鼠的大概大腿的位置点下去。你要近一点，要近一点。再近一点，你要在圈圈内，你现在圈圈外。哦，没了。好难，这个跳好难。你不要学啊！不是学会之后，很多真的不用靠萨满。你看，像这个其实不用靠萨满，很基础。嗯，怎么说你？冲刺！我们三个要出去了。哎呀！不剩我的偶像，我看错字了。我只是冲啊，冲啊！哎、欸，对，可以这样子哦。我跑，忘记了。可以用滑的进去，怎么滑忘记了？让西敏第一个进去，让西敏第一个进去。你看我在哪里？你看我在哪裡？你看我第一个进去，请问？哦，对对对，这样。怎么用的？方向键啊，对不对？哦，酷！哦，还有一分钟了，给我！耶！
好酷。欸，我忘记怎么这样子了，欸，这边都可以。哎，哦，有有有有有，会了会了会了，你都喜欢这样玩。我刚刚也是，我刚刚想睡觉。没有，我刚不是睡觉，我刚趴下。是的。嗯，怎么卡住了？哎呀，也不给人活啊！哇，你们直接跳下去，为什么？不下去了。对，哎，等一下要动哦，没动会被判定挂网。动起来，跳舞吧，那就。是不是会卡？会微卡。哦哦哦！哎，不要，等一下停，先不要，先不要。你一直在笑。你们先往上好吗？各位先往上，各位冷静。上面很安全哦。又不能机械。下面还在施工。可能施工还在忙哈。我关会抖，等一下哦，会抖，把你推走哦，这个你还在施工了。再见。他们技术可以去死吧！哇，这个技术高超啊！哇塞，哇塞，哇塞！哇塞，走吧，走吧，走吧！我刚想把他们全部拿那个什么。欸，没有，你刚刚应该直接用木条把他们挡在下面。我刚很想啊，等下去就被拉明。这个阿明哦，机敏哦，机敏哦，你有什么障碍啊？手残吧，好啦。这不是新游戏，这游戏很老了。进去，阿敏，他进的三，上来很凶的哦。哇，完蛋！我这不是请做了什么东西？请习惯放透明的，谢谢，谢谢，还可以。基本下面那个就可以放那个啦，长条的啦。你们看到下面有个空间可以放长条的，是这样设计的啊？不是啦，你们脚下那个嘚嘚嘚嘚那边，就是可以放这个啦，然后就是其实可以踩在上面了。你干嘛放这个？不用啦，以杠杆原理来说，那边就不会动啦。滚下去了，滚下去了。你说施工？对不起，哇！施工，你好大力呀、啊！真的抱歉，透明完了，老鼠死了。透明的，透明的，透明，透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这有透吗？你透明的话会变青绿色的。对对对对，有。然后。我来了，我还是看得到有死人的东西。不要不要不要！等一下等一下，我被那个马丹谁的透明的东西？那个死人，你是以为放好了？不是，我以为那是我放的。哎、欸，我网络刚断掉，没事，还再加进来啊？你根本没断啊！哦，他写伺服器连接终端，直接把我游戏删掉。要搬去哪里啊？搬去上面啊？对，这不可能啊，死掉了啦！你怎么那么没信心？十秒钟还有可能呢、欸。我们都没信心，再见。的那样，我可以有什么信心？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往下掉啊 ！Gravity。Gravity。在干嘛？哦，反重力哦，是吗？好像不太像哎、欸。不要太过去哦，太过去会死人哦。嗯，
等一下，我那手那么卡，我好像懂了，顿哦，顿顿的，超顿的啦，太卡了，太卡了，卡烂。不是不是不是，卡烂，要看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关卡的问题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放一个东西在那边啊？放那个铁针。越低越轻哦。越高越轻。越高越轻吗？也没有啊。好像越高越重哎、欸。那越高越重。高点完全跳不起来。我。番茄哦，你在做什么坏事？不是太钝了吗？没有，是这一关问题。好像、哦、他升上去才跳得起来。这关好像也不太需要用到萨满。你每次都每一关都不需要，对不对？卡了下来了。那没关。我卡下来了。好的。对啦，是往上升比较好跳了。啊！哇哦！哎，我怎么？哇，好卡啊！这一关，我都不知道怎么卡过来的。上去啊？为什么？怎么去拉这个？拉什么？挤下来的、啊。哦。是啥 ？bonus 吗？不是吧？为什么剩我了？十一乘十，九七六三。十二乘十减七，都不会是 bonus 吧？五六三十。可是我们要去哪里啊？这好像 bonus 关哎、欸，有礼物的地方。对，然后那时候，赶快把所有彩蛋找完。啊，我死了。啊，我摔死了。这是哪里？这个是，就反正这个 bonus 啊。然后那时候就是 bonus 关卡当到萨满是最可怜的，萨满不能解任务。活动关卡，然后。像我刚刚又拿到几个东西了，嗯，还有人活着吗？对，然后我刚刚开台前我不是有说，有些比如钓鱼的东西吗？像那一关当到萨满的人就会一直在破坏他们，因为萨满不能解任务，其他人可以解。好可怜。对，所以萨满就会拿那个铁球到处去撞人。哇，等时间到吧。听到没有？我干，没事，什么事都没发生。天赋了，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画面变成放大或缩小。钓鱼吗？不是，这是哪里？可以带走吗？来吗？啊，你是谁？泡芙。泡芙是要去哪里啊？不是泡芙啊，你是谁？我问，哎、欸，有一个好像大佬的、喔，哇，86，哦，86的，是挤进去吗？这个样，出来吧。哎、欸，请问你这个多少钱？我记得这个是要钱的。好缤纷，你仙子好漂亮哦、喔。我不以为上面那个是，以为上面是你，你太强了吧？因为你那么强、喔，可以看名字啊。不是，他连skin都不对了。我跳不来、啊。对耶，我也有这个技能呢。免费抱抱我也要。然后开光遇要抱抱，这好棒哦、喔。微微，干你是微微哦、喔，又进来哦、喔，进通话哦、喔，让我追你。嗯嗯，微微，我知道的。看到叫微微09啊，不是他吗？哎、欸，对嘿。
我卡在这边了，然后呢？啊？可以干什么？这苹果是什么东西？我苹果远距离放远距离施法。哦，就是它会一个小小的那个圈圈吧，那个范围，你可以在那边放东西。哎、欸，我有起司了。他说：“哎、欸，我有起司了，什么时候？他可以直接给他，可以直接他的技能啊，大满的技能。这么棒，那跳不过，跳不到这边。等一下、啊，他来了，你一直吹，一直吹、啊、那个，你把那个 EMNY 给杀了，拜托，想办法杀了他，口了他。这游戏可以口了吗？可以啊，可以。刚刚我就被球口掉了。哦哦哦。”对，就是他，杀他！哇，一堆有 skin 的哎，怎样？他怎么不见了？阿诺星，口了西明。阿贝，阿贝多久没玩这一款了？大概十年了，对不对？没想到我竟然会被发现，我是可爱的小兔子哎、欸！你看，怎么会飞？微微零九很好玩，我觉得零九的话，你我是因为微微才认微才认出来的，微微我就认不出来。看来我的败笔应该是出在没有人看我的牌，我什么没有人一起跟我玩。如果人再多一点的话，就认不出来。跳帧，跳帧。看，今天如果观众多的话，我就一定认不出你的名字。哇，还是小兔子，不知道自己怎么按的，我感觉键盘要快按烂了。还是兔兔，没有，因为我知道要怎么接了。信仰之月还没啦，不是哦。因为他们说鬼抓人玩腻了。他们每天晚上都玩呀。对啊，所以是、哦、我说会腻很正常啊。要快下去了，要快下去了。哎、欸，我这几天都在光遇，我都没在鬼抓。来哦，信仰之月，再见。这去的好强哦。你们只剩下37秒的时间，可以，可以的，37就够了。看我会摔下去吧，你们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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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你怎么可以说西敏重？什么东西啦？就西敏好重，西敏好重，好重！塔诺西，塔诺西，塔诺西，塔诺西！哎，真简单，有的西米。发生了什么事？哦，完蛋！哦，我变成兔子了，好多好多老鼠。哎、欸，这样子我知道怎么变兔子了耶。怎样变？他会有送一个道具，是一个兔子头像。嗯。然后你点下去，它就变兔子。那不是时效性吗？对啊，时效性的。那我不要啊。好吧。我要等你送我啊。没有，你不要当真。我打开我的商品，不要当真，这也不能送吧，送不了吧。哦，懂意思啊，对不起。哦，不在，不是有狼吗？你又看错了是不是？我都走过去那边了，刚才我被挤下去了。为什么现在这个扶不起来了？阿斗，你要减肥？没有，因为你拿了那个啊乳酪，你就扶不起来了。我根本也没敢拿、啊，所以我刚才能扶起来都是错误。被发现了吗？这时候只能在旁边跳舞了。救命啊！你的键盘是什么情况？我看一下，商城。这个商城，购买草莓。
好没。看有箱子哎，还是只有小箱子才行、啊，大箱子就没有。哦，真的哎，分开卖的哎、欸，好贵哦、喔。哎，戳破。哦，怎么戳破了？這是什么狗吗？狗。狗狗。狗狗，我要干嘛？是可爱的狗狗，你这是一部有只可爱的狗狗。加菲猫那个、啊。欧弟呀。哦，为什么他石头是用岩浆做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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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你我抢跑了，我抢走，我抢走。等一下，跑错地方，跑了。可恶！哎、欸，还卡住了。气球，那、啊、可以了，可以上来了。信仰一跳，信仰之跃，然后上不去了，可吗？地板巧克力很黏，巧克力。笑不要动，笑不要动。我坚强。要坚强的活下去哦！为什么放不掉？欸？是这样用的吗？不是，我在哪里？等一下。哦，那是让人、哦、反过来的，白痴哦！哎、欸，铁力趴戏呢？那可以集体传送吗？应该只有一只吧？感觉可哎。啊！你们。我上不去。对啊，你好。我上不去。救救我们大哥！我们的萨满在天上飞。救老鼠们！萨满在飘啊，萨满。有发现？等下就只有一只。我阿亮跳。那么大家挤在一起嘛，看二十多秒。好，下面集合哦，各位，来，狗狗的脚边，狗狗的脚边，来，卡这里，狗狗的脚边吗？快点，后脚跟，快点，起来，跳过来，快，左边，来，左边靠，靠左，各位靠左，就一直高，亮下来，阿亮，这东西不是传送到你面前吗？好，没有了，好了，哎、欸，这样传到我面前，但是谁那边说可以传回家的？骑士在哦，骑士在右边。信仰一跳，走了，完了。冲刺，爬。哇、哦，这巧克力怎么可以那么黏啊？纸飞机是什么东西？谁射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啊。纸飞机。为什么我跳不上？我好烂哦！算了，我去别地方。你按右跟上，没有，他会跳啦，只是不强而已。喂，这是什么？哦，搞我！我不想日本，先跑。Go! 我刚刚也是想说先踩谁的头有没有？有碰撞吧？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这就行？你们过来啦！哎、欸、，Hello， 右边那个，过来了。我跳。啊！过去就完蛋了，过去就完蛋了。好、哦，哎，完蛋了！我过去了。捕鼠陷阱真的有用吗？怎么会有老鼠上当呢？有哦，有用，很有用。推，能挤过去吗？你都挤过去是不是？
我被拉过来了哦，好强哦哦，先走的哟。啊，好黏、哦！谢谢，他直接给我。好黏哦！完了完了，要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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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黏住了。啊、哦，好强！我抓到了。李希敏，有风，这关有风，有风。啊、真凉！风之试炼，飞哦！我的翅膀呢？是时候展表现我的特技了。哦，边跳舞边运动，边跳舞边运动。哦，有箱子，有箱子。为什么你可以变这个？哎哎哎，我也有哎、欸，我也有哎、欸，哎、欸，我也有哎、欸。给的，我给的，我给的。你怎么给的啊？哦、技能。有个技能，你是什么技能？我也想玩这个御风大师。御风啊，我不是。哎、欸，那个白龙，那个白龙，变过了。挂上电了，好强哦！挂上电了，你们加油！挂上电。我怎么死了？这怎么了吗？安全吗，各位？安全吗，各位？被卡住了，各位。被卡住了，各位。那根条状物，可恶！技能。哦，看到了，能让老鼠获得变成能力，没错。哦，最多五只哦。对啊。了解。剩余点 speed。好不好？顶住了啦，顶住了。被铁针压住了。体重好重，这边好重，好，一起死一起死，吉敏做事还在上面笑，僵尸死不了啊！人家做那种东西，你盖了两个东西而已，你只盖了两个东西，那个是什么？僵尸死不掉，吉敏你死了，这是什么？哦哦哦，Go， 完蛋！信仰一跳，信仰，信仰，信仰之月没了，信仰没了，信仰之月没了。喂，哇哦，完了，我把元素商品弄出来了。信仰一跳，信仰之月没了，完了，这件那样子，那只哦，还有啊，这件还有。哎、欸，不要推走了，不要。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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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满，你去死吧，萨满！我活着，萨满活着，萨满活着！快点快点，那你可以又进去了，又进去了！再见，齐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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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下去吧！齐敏，哦，齐敏再见！我按错键了，我想要固定。这个没东西，这个没东西，这个没东西，在干嘛呢？怎么？那我怎么跳不出去？哦，有啊，有冰块。蜘蛛网，我第一次看到蜘蛛网。刚刚有人放啊！救命！你是狂按键盘这个？空白键狂按，为什么不能按空白键？这没空白键啊！我、哦、进来了。哦，白痴哦，那个啦，踩那个弹簧啦，绿色不，紫色的地板就可以弹上去了。对啊，没错。救命！救！要怎么救你啦？没萨满啦。好、哦。你一直往左就行了。好高，好高，没，没，我不知道。救命！哎呀，进去喽！哎，哎，我又被弹回来了。就说你要减肥哦。弹簧要一直往上跳。看到蜘蛛网就钻进去。不是，我想。按上，按上，按上！不要顶我，不要顶！去右边，按左，按左，右边，按右，按右。不是按右吧？按上就好了吧？哦，哇，红危险，红危险！嗯，这里好危，这里好危！你在干嘛？哇、哦，好厉害哦！哇哇哇哇哦哇哦！拜拜！哇哦，好强哦！啪爆！
完了！啊，好强啊！哦，强！嘿！啊！我想说，我以为那个对话板是一条路。我好险，你有点复活。上不去。不要飞下去，都要回音了。准备要飞了，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好，我上来。我很高，我很高。啊啊，没了，没了，没了。哎，九尾狐真好可爱，我天啊！我在哪里？完了，哇塞！去上满，你可以回来了，上满。嗯。还就他在弄那只调皮的，调皮的九尾狐。换一颗球砸他就好了。啊，走了走。突然发现微微怎么可以这么高分？他明明就一直在跳气，一直跳、啊。没有，这分数是累积起来的，是他死起来，你懂吗？就跟斗阵特工一样。啊！就这一关，就这一关，这关是我最爱的。啊！干！我最爱的没了。什么玩？这怎么玩？你们可以变成那个。我按错了。哦哦哦！哇塞，好难哦。哦。就其实这一关可以合作啊，就是一个人变木板，一个人变铁针，然后走过去这样子。我看到信仰。信仰之月吗？30秒，还没拿到，可怜，高，可怜，还没拿到，被走了，好高，好高，高，哇，哇塞，哇塞，哎，你好，你好，你好，圣诞树，我刚点错了，你知道这棵树信仰吗？各位，这棵树还有看不到东西，信仰。好第二个，那么急，有信仰吗？各位，我没有，我有啦，其实我有啦。他是透明的，信仰吗？各位，完了，我没了。开玩笑吗？为什么你这招，你怎么会放那么远？透明，他手好长哦。信仰，你手好长哦，你怎么办到的？哪个天赋那么棒啊？跟我说。机械大师吗？信仰。我要夸夸了。信仰。好笑啊！哪一个啊？啊，机械工匠吗？我看一下他的等级。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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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能说。这啥？什么？这个在干嘛？蓝色羽毛点一下。什么蓝色羽毛？啊？什么东西？你在干嘛？正在干嘛？喂！哇！它会飞。加号旁边那个。飘啊飘，飘啊飘。哦。有信仰吗？信仰，我要来信仰了，拜托，让我信仰。信仰，好高哦！信仰，西米没了，西米回来哦，西米邓来了，西米。加号是哪里？信，哎呀，哦，幸好啊，没有。你又没有，你又没有，为什么这个好难听？你刚都是你没有，这下面，然后嘞，加号哪里？诶，加号旁边，
哦，羽毛顶一下，然后嘞，信仰，来了信仰，信仰，信仰，差一点点。哦，你也太特，你也太贴心了吧！这个位置等我。羽毛，然后嘞，有分简单、困难、神圣、萨满啊。我只有简单跟困难。嗯，我也要玩。谁？刚是谁？明月，你下凡了。对啊。你不要那么 gay 拜好不好？你不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好恶心哦！但只能点蓝色的哦。你为什么要忘掉图腾盒？然后啊，可是我不能点呢。耶！解锁条件是什么？队友利弊。好，可是觉得很棒哎。等级不够。看来我们要多玩几个机场。哦，我等级不够，没办法。哎、欸，好棒哦！你们还，谢谢你们教我。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半经典吗？客气。你可以，你可以用这个声音吗？可以。可以。啊，可以这个声音啊。哎、欸，你装我刚刚想说，干这是小鱼的声音吗？你知道吗？谁？谁？谁？谢谢。这游戏可以安静一点吗？它好大声哦！你直接要调啊！关掉了。哦，可以在那个混音那边调好。嗯。我调提示在哪里？可以吗？啊？他说他想卖萌，可以吗？卖啊！耶！我刚才可以的呀，哎，跳不上去。嗯？为什么我这边不能那个？那个？我刚才跳那个跳的爱心了。那个你不能先跳，你要先往左边走，走了之后才能那个跳。哇哇哇！怎样啦？这要不是啦，上去啦！你先给人家捡起司，你再嘴人家好不好？哎、欸，哦，我给人家捡。你先捡起司，我先教你怎么捡。你先往左边走，走之后再跳。对啊，不能先跳再左。對啊、你对啊，什么？你捡起司了没？你是不是看错角色了？对，左边先走再跳。走。走过去，啊，算了，你根本就没有想学，算了。这关我知道，我跳。哇，这个是信仰哦，信仰。哎呀，我不够信仰。有人这样飞的是正常的吗？没有，他上满了。啊，看我死了，看错角色哦，这圣诞树怎么关掉啊？在这个模式中，你没有气功，也没有红色钉子。不过你可以通过图腾盒，不可能。来了，信仰，我的方向，准备好剑。不，信。你剩下4秒钟。四秒。哇！再见。哎呦，我跑到别人地图了，等一下哦。我进去了。你要不要想要让那根柱子掉下来吧？那个柱子不是固定的吗？那个没有，它那个像是跷跷板，它像跷跷板状态啊。没有啦，你那个啦，要放中间啊。你先在你脚上放一个，那是86等大佬在用，不是我。哦，我以为靠，我进来哟。好啊。完了，还要下去咯。跳看我的空中跳舞。为
为什么你可以在原地直接跑步？他的技能呢、啊？哦，动作，那是动作吗？哦，哇，这是要信仰一跳吗？没有，应该说，应该说你有办法，你有办法卡键位的话，哇，西敏掰，西敏刚是不是迟疑了一下？对，我迟疑了，我不够信仰。哎、欸，我的加速可以配这个哦。还敢笑人啊，番茄！我没有迟疑，只是我没有跳到那个东西。好丑！让我活着哎 ，Hello， 谢谢谢谢上门。哎、欸，你们有些人复活了，他刚刚好像有用，还是什么的。我说我快掉下去了，上门。按 W 再按跳舞。看我的信仰之。防御风大师比较好玩呢、欸。哇！这张图该怎么办呢？掉了，我114等呢，越来越高了。就是刚刚那个啊？是吗？它就是那个可以架很长很长的那个、啊。为什么我名字是什么106什么阿哥的？我106什么东西？你可以打个字吗？完了。身为一只菜鸡、欸，他说我必须要创建一个账号才可以聊天。跳下去 ！Oh my god！ Oh my god！ 你没有创账号、啊。我现在要怎么跳？这游戏要怎么玩？怎么办？我的恶意在持续发展着。好，好想把你们都……哎！都推下去，就像这样子。这个蓝色的东西是什么？问一下。他会跑走。Oh my god。往左边走，往左边走啦！自己玩死！看我萨满技能！我们听了让你讲话，我用打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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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怎么用？没事，不用不用在意我，不用在意我 ，Don't mind me。蓝很难，所以用黄色比较好，是不是？啊，谢谢。等一下，我是不是被卡度了？卡度了，对你度了。怎么办？好，哎、欸，他笑你耶，他说你好恶心。我生来就是专门恶心他的、啊。哦，那就好。给你们球。怎么干？哎、欸，那个球球，我好复杂哦，错重复杂的。哦，完美了啊！这个我会，我冲。谁是我的萨满？要去哪里啊？去右边啊！冲啊！这个在干嘛？这个，这个，哦。这个安诺亚美喽，是不是一直在顶那个箱子？先把箱子放下来，先把箱子放下來。那箱子一直顶喽。教主，我成功了！教主，教主，下去啦！克洛伊斯，我的、yeah! 下去。我过来了。我这个怎么玩？那我也不会。哎、欸，我发现有差，右手边都是有那个造型的，左手边都是。等一下，你们不要，因为有造型的，就是玩得过去的。啊，我没有造型啊，完了。可是你卡住了、啊。哎、欸，我刚才可以的。不是刚刚可以，是因为这个会顶到头，比较不难哈。那用我让我挤过去，这个可以挤过去吗？这边？哎、欸，萨玛，你有没有看到你有那个箭头符号的东西？往右边那里射下去。右边？白痴、喔！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个圆圆的，圆圆的，黑黑的啦，他是说那个东西啦。对对对对，不是这个方向，不是这个方向，右边的那一个。对对对，看。看到那个 H S I U 了吗？
哎哎哎哎哎，尊重尊重。我很尊重你啊。你才没有。你玩混乱。哦，我在飞。啊？哦，为什么过不去？地吸引力。哦。哦呀。呀呼。哎哎，快一点！哦不，我、啊啊啊，这个真的，真的、啊。你们桌上的那三只老鼠好烂哦！你们像，你们在靠近右边的地方，刚啊。这游戏我八百年没玩，你想我怎样？嘴你啊！但我说很烂，没错吧？怎么了？大陆寻奇吗？啊，咪咪，救我啊！咪咪，咪咪，我的，我不想玩，他疯掉。喂，我没有啦。我觉得他刚这样好笑了。我说，我想骗我自己。要怎么跳过去啊？我要玛利亚！感谢幻梦的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对啊，不是啊，这啊，还要几层？右上左右左上右左上右。我觉得是我一直左右跳就对了。哎、欸，哇！你要贴右边就是左上右啊，贴左边是右上左啊。你贴的那一边要是最后碰的地方。不是、啊，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操控，可是我就是。你的身体跟着你哦。啊！你还用你的脑袋？你当做打撸啊。打撸。打路简单多了，番茄大大都会 carry 我。没有假的。他说你都很细心哎、欸，很有耐心的教。来我吗？对啊，教怎么办来玩，我可以很有细心的教，很有耐心的教你。你他不需要你教、啊。对啊，我本来就会玩，好不好？是不想玩。来，这样会比较难过去。给他死，拜托给他死，不要让他回来。你的动作是给他死，不让他回到鼠窝。用箭头，用箭头，把鼠窝当下，把鼠窝当起来。快点，在这里用左边箭头，在这里用左边箭头。射过去就好。他有点那个，你要赶快进去啦。哎呀，这可是死人恩怨了吧？跑酷游戏，跑酷游戏。我靠！我在那，我在那，我好像死了，我也死了，我在我顶部，我都不知道自己跑到哪就死了。哦，我听到我死掉声音了，就是那个水碰那个碰到水的声音、就是。我在哪里？死了。可惜。是什么？我有笑。哦，叫笑。重点是我们还不能死哎、欸，结果我们还不能自杀哎、欸。太滑了。为什么？我两分钟后再回来。碰到岩浆上可以再按一下跳。好，对耶。你要不要下来一下？他不用下来啊，他下来完蛋了耶。哦，对，这个吗 ？C 吗？我可以去逛一下商店了。要按 B，B 是钉子，他可以把东西钉住，但是他会转，所以你要靠着那个墙壁边的那个按 B。哦不，下一把到。对，换我了，完蛋了，我感觉。这样吗？我怎么知道？我看不到啊。对啊，这样子啊。然后呢？然后呢？你先把我们送上去再说。然后呢？你应该来左边，左边。哦、oh.。然后你可以按空白键会变透明，但是要记得先按空白键才能按技能，不不不，按 B 或 C。其实我相信你可以的，还有46秒。
我就划过手机。对啊。然后嘞？哎、欸，小鱼，可以直接在这里跟你们相处。我等一下私你一个东西，是刚刚关于秀秀说这款游戏容量大不大？靠呀，不要啊！是有容来，对不起。嗯？不是、哦，不是，不是，更屌的。超过分的，我可以直接这边给你们箱子吗？对呀、啊，然后你们有本事再给我一个啊！不是，这会不会有点过分呢、啊？还是你脑袋真是破洞的、欸？有办法可以自杀，站着不要动。哦，好，我也惜命啊！完了，他都惜命。好，我要赖你了。我要赖你喽。拿完了吗？等我一下。嗯，哈？哈？他是不是在？哦，人家急等，不要这样子。不是，不是，不是。卡隆西敏，不是、啊、我在看你，我在看你传给我的。哦、是我的哦。我是死掉了吗？请问你有动吗？你没动就死掉了、啊。没动的。哦，你看你还在不在画面上啊？还没有啊。掉下来的，我怎么会死掉了？挂完五分钟，跑出画面了，十秒钟吧。哦，跑出画面就会死掉哦。对，我刚不是我也有哎、欸，我跑出画面呢、啊。哦，你是说他人物跑出去哦？对啊。我刚不有看短信传给我的东西，对不对？谢谢你，好笑吧？他笑很开心哎、欸。啊、我说超过分，没有，你哪有？你说对啊，真的超小的。我没有，你有讲，你有讲。我是说这个容量真的很小。哦，好扯，好扯。那比吉敏，吉敏下来，气球放在我脚下。哦，好的，我先休息一下。干你娘！我说放脚下，你放我头上！你我骂脏话、欸，脏话，他真的很讨厌你。你下来，你给我下来！你就放在他们每个人的脚底下，他们就会上去了吧？对，还是你要吸我也可以。脚下是哪边？你脚下在头上哦。不是，我这边有个东西挡住我的视线。谁啊？蚊子哦。谢谢吧。哎、欸，这个蜘蛛好可爱。你就知道，它搞不好是蚂蚁。蜘蛛吧。哎呦喂啊！我数掉了。我也数掉了。信仰，信。信，信在聊天室吗？信。按照你。听他说你养哎、欸，欸、对、欸，寄居蟹呢、欸，很像啊，不是很像啊，应该、欸。我复活了，复活了，复活，复活了，哦，什么上不去啊？可恶，白痴哦，我有，信信，我拿不到气势，我拿到了，哎呦喂、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左边那个可以跑、啊，那个不是空气。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嗯，怎么左边可以跑？他那个贝壳不是空气，那个可以跑、啊。你站在那个他抖动的眉毛上，我是眉毛抖上去的时候，往再二段跳啦。二段跳，眉毛、哦、我懂了，眉毛会抖到空中，在最空中的时候再跳一下，按一下上。如果是上不去的话，那就跳。啊，跳。对不对？哦哦哦哦哦哦！好是啥？好好结霜了好。有人听得懂吗？听不懂。今天有人跟你讲说吼的时候，对不对？嗯。你就说。我的气势呀。是啦。好比嘞衰啦吼。意思是老虎在山上嘛。哎。你叫好的气势呀！天哪、啊，你的形象嘞？形象。形象。嗯有这种东西吗？不是小鱼，阿贝，哎、欸，你要不要听一下西敏的御姐声？差很多哎、欸，哎、欸，真的很真的很夸张哎！我不喜欢听他讲话。哎、欸，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听了之后你就不想要听以前西敏讲话了。
现在的西敏的说话，没有真的你相信我？不是西敏，我讲的话你都不信吗？哎，西敏，你怎么不动了？我不要。不是啦，你刚刚是活着的啦，我不要什么，我不要动哦，我不要。不是，我爸刚才跟我说话。哦，说什么？你可以装御姐音吗？我跳不起来。可以了，没有信仰的一跳。把门关起来，把门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我在哪里？这里是谁？你是哪里？我是谁？我在哪？气死呗！你是谁？你是御姐，快点，御姐声音呢？不是，快，不是，你不要的话就是我力了。我拿到气死了！我拿到气死了！我超棒的！我怎么会说我跳不起来？我就这样拿气死了。嗯，从右边跳到左边呢、啊？啊，这么难？不会啊，跳一下就到的事情哎、欸。不是，我真的不会哎、欸。我地图为什么一直在闪？你在闪？为什么？不知道啊。你电脑爆了。破土，还会破土。啊啊、这游戏会破土。会。我怎么？你跳，你跳就对了，你一直往上跳，往上跳。是，我只听过他装壳，完了，被死光了。快，西敏，哎呦，我要点到了。哎，他给你技能了，小鱼要不要玩一下？我怎么用？右边啊，你右边有没有变得很像箱子或是铁针？还是？哎呦喂！啊，你可以玩，反正过不去，你可以玩一下。要怎么用？就变啊，变好玩的而已啊。对吧？你变成长条的老鼠，为什么可以画画？左边的怎么办到的？教我哦。跟我讲说道具或是消耗品，我不玩了。希望与你交易。干嘛？搭档是什么？真的要哦，就是其中一个人会跟你绑在一起。我跟谁？我跟谁？我跟笑笑。来，笑笑数到三一起跳哦，一二三。你妈，你还没跳到。还有一二三。呀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搭档是干嘛？好恐怖、喔！西敏，你跟谁啊？西敏，你跟谁啊？你们线好长哦、喔。他已经进去了。哇，我搬到了。那为什么西敏会在这里啊？你的线好长哦、喔，我刚刚死掉哎、欸。好。是啊，这上板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哪样子？猫哦、喔。啊，爆了。你的猫？哇哇！多到爆炸，这是假的。啊，它就会一直卡在我的画面上吗？要怎么用？用包包里面吗？哦，他说我解锁了一个称号，叫“这有奶酪”，我们全部人都看得到。没错、啊，全世界。没有你的日子。啊？哎、欸，我是萨满，你赶快交易。我是萨满。等一下、哦，萨满现在在交易啊。等一下。这可以交易哦。没有对啊，他们要给我东西。哦，谢谢。等一下可以画画了。那请问交易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个羽毛是干嘛的？这又是干嘛的？
我看一下非法交易现场。是美哦，凡，跟你很熟哦，叫我凡。金，哎，过来过来，靠过来靠过来靠过来。哎，西敏，我理他了啦。好啊。大佬在发交易。哦，没有啦，刚才被 gank 啦 ，gap， 这是可以传吗？为什么我跳不上去？自由传，谢谢，谢谢。哇，我飞太高了吧？对不起，他没飞。会信仰。你赶快走右边呐、啊！他弄西敏，我进去了呀！我怎么了？啊？欸、你被传走了啦！哦，这是我推挤哦，这关我推挤哦。哦，有碰撞哦。这个要怎么玩来着啊？怎么玩着来着？对，我这关有碰撞。让我接来喽！让我出去！先让落里面的出来啊！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人人都有机会拿到啊！我也想拿啊！拿了就出来啊！留给可以帮我挤上去吗？我不会走。可以踩，借我踩一下吗？我没捡到，我是这边唯二没拿到的好吗？我也没拿到，我说唯二啊，我在上面等你们。嗯，不要装可爱，我今天想要装可爱嘛。那我以为我就是可爱嘛。哎，谁在那边？我想，微微去左边，微微去左边，你不要挡在中间，好吗？不是啊，我被挤着。那就是去左边，去右边。所以要去上面的哦，下面的这个也可以啊。对啊。所以说，现在不知道要干嘛用的、欸。高手啊！高手，我看画面是一闪一闪的，有人可以帮我解答吗？重开吗？破图啊！看到眼睛好痛哦。这就是破图啊。那我可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是一直破图，从眼睛就破图到现在。那你眼睛是不是跟我一样很痛？对啊。它一直在闪。你就是跟我这个画面一样，对不对？我看一下你们的画面，我好奇啊，怎样闪？哎、欸，我使用了要怎么用、啊？哦，对，没错，我一定要活着的吗？活下去，繁星。是我现在不能进去的时候用，是不是？这关，哎、欸，可是我们不是。要活着才能画。信仰之月、哦，信仰。哇！我第一次信仰活下来了。我也活下来了。信仰有范围，就在我的附近嘛，跟那个老鼠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回家？这样啊？哦，要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从最上面滑到最左边。啊！等一下，可是我母汤哎。什么你母汤？你什么母汤？这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卡，不是信仰，我飞，这样东西怎么啊卡？不行，蛮可爱。怎么可爱？今天怎么那么可爱？我飞啊！我到了，耶！不能太早按跳、哦，要在半空中再按一下跳、哦。哇秀，真的很笨呢。真的。欸微微，不要太早按跳，我不活了，不要了，冷静啊！啊，有了，看来大家都活着过关。哈，有萨满，我会，会，谢谢，我需要这个，ありがとう。我还能需要一点东西吗？
我还能奢求一点东西吗？等一下，我想要画画，这有这么难吗？我只是想画画。不是、啊，我跟你们说，我卡在里面，然后我就啊，啊，我怎么又扑过来了？我不玩了，气死我！你是被复活了啊？他刚才说你没有奶酪吃了，然后笑脸，然后现在是你没有奶酪吃了，笑脸二。对，我觉得很嘲讽，我傻眼。哇，哇，他不见了。掉。他回来了。掉回来。在乎的。什么时间呢、啊？哎。可以滑哦，怎么滑？可以教我一下吗？右上左啊，左上右啊，就这两个其中一个啊。什么右上左，左上右，右上左，鸡马，左左上右，鸡马比这个简单多了。对啦，是没错。这个操控我感觉自己手有点问题。不会啊，我现在无名指跟。中指都有点在痛了。气球可以有气球吗？可以画画了吧？不要再让我死。Yeah! 不用哦，有了哎、欸。拜托啦！我要露我的气球。好像一群什么用的气球，很好玩呢、欸。这个气球，气球怎么解掉？撞掉，移动就好了。谢谢哦，超出范围就没了、哦。超出范围就没了哦。哇哦！不行呢，我还是在这里乖乖的等待吧。一颗气球吗？中间需要一颗气球。哎，我动带了，拍谁？会啊，不是，哎，谢谢，谢谢。差点飞出去了。还是我再尝试看看好了。秀秀，你那个左往左一直按，然后再按上就可以了。哎，秀秀不见了。不行，对不起。等一下，这是可以用手机玩的吗？不可能吧？有吗？手机？我觉得、這個、可是为什么我越飞越远呢、啊？这个画的方法不太像是用滑鼠啊，还是绘图笔？他画的东西是什么？汤姆猫哎、欸，母汤猫。那起司呢？上面呢？上面啊！哦、oh,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欸，我在哪里啊？为什么我没有奶酪吃了？我怎么了？电绘板呢、欸？他用电绘板画的耶。为什么电绘板不行？我为什么跳得过去？啊、等一下，他那个字名玩家是。那个字挡到 我是觉得我电绘板怪怪的，给我这样子画，为什么不行耶、欸、哇，你也是会画画的，你是谁啊？聊天室的谁啊？萨满救救救一下，跳不过去。萨满右手边有很多小朋友需要你拯救，想要个气球。他们想要气球，好难了，我手真的很痛。等一下，他只能画几笔哦，所以这道具其实很坑哎、欸。哎、欸，伺服器连接被中断。我才画了一二三四笔，
是比较美啊。我不常出现这个潜水仔，所以你是聊天室的谁？打个字哦，我管你是谁。要字要一直用，一笔到底哦。我看好烂哦。我跟我一样。你不是烂。背。一直过气。没有背。我没有拿回家。这是什么？耶、yeah, 我不是萨满耶、yeah. 欸、你再两回合就死了啦、欸、别考你们快点分数超过我哇不可能啊你不然你就是一直死我跳不过去了这边为什么这里跳不过去我在哪我在哪我在哪我这边过不去啊塔诺星完了这一根这一根有点哦你是琉璃哦嗨我怎么我被我跳出来了你又多打字哦我怎么跳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跳的你又多打字哦想说怎么有个突然一个那么厉害玩老鼠的人等气球好了耶、yeah ！我的气球是齿轮的，好可爱、啊。你们是花了多少钱啊？那不可能都是活动的啊！这游戏草莓很贵吗？欸、我刚刚看了一下，还好哎、欸，其实。多少一笔多少一个草莓笔不不一个草莓我刚刚去 Steam 看了一下290块是1100颗草莓200多你说200几290嗯不是啊是我还是跳不过去啊1100加它还有赠送啊1100加100就是1100它无氪欸完了、嗯、我们要发挥我们光遇的精神给他看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浓起来有你等级很高是的那蛮早期只有兔耳朵那时候就是啊这个会死对不对是为什么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干嘛我没有来好吃了等一下吧，你们要不要先进去啊？我呀，娘的一跳，你要死，这就技术599，2400，还蛮便宜的吧？嗯，你帮我付，教主你要心动了。What？ 什么东西？我刚刚没有在听我讲话。我说你要心动了，不会吧？指定哪里看他多少？你就按商店，然后购买草莓。按那个草莓就好。对，然后你再点一个，他会叫你输入 Steam 的账密。等于一颗草莓4块钱。一颗草莓4块钱，还是你讲反了？平均一颗草莓4块钱。这么贵哦、喔？你讲反了吧？讲反了吧？这样换一个你显镜就要300，应该是说4块钱一个草莓吧？对啊，你讲反了。哎、欸，放个云吗？我刚刚说什么？你说一颗草莓4块钱？对啊，一颗草莓4块钱、嗯。那请问200颗草莓是多少、啊？不行啦，我是看最高的啦。哎、欸，不行不行。这边谈谈乐了，他2400块啊，拿到了，圈死了，没算错吧？马同学，靠你了，马同学。你算错了，你反了吧？对，你反了。哦，真的假的？对啊。
哦，对耶，等一下，我刚说的时候，一颗草莓四块钱呢，四颗草莓一块钱才对啊。对不起，我想说一根隐形眼镜也要80草莓，要80草莓乘以四，哇，一个隐形眼镜要320台币。讲错了啦。哦，我觉得它蛮便宜的哎。啊，它那个嘞，毛是毛皮吗？有兔子嗎？为什么我放？你去皮毛那边看啊。对啊，我记得之前还没有兔子的啊。啊，皮毛倒是蛮多的。很多啊，哦，它多好，真的多好多、哦。等一下了，为什么你这么棒？我看到一个石缝头的，没有兔子了哦。会有限时皮，那请有限时皮的时候在我聊天室跟我说，繁星繁星，兔子有，不吧，兔子出了，兔子有限时哦。我把自己口了，你好烂哦！我想说，我按的时候我上去的，结果我滑下来了，感觉刻光晕比较实在，可是这有兔子哎、欸。光遇兔子也是现实的啊！你看，我只能当一只假老鼠、假兔子了，而且又不过了。干嘛？注意啦！我是跟苏涛一起自杀。注意啦，西敏。哎、欸，我是三马。西敏啊，刚刚西敏推的。我在看这个。哎、欸，他的箱子有兔子哎、欸。我箱子对啊，可是那个就是大箱子加小箱子。为什么你被害了？你们太慢出来的被害了。那我能怎么办现在？嗯，箱子怎么掉下去了？嗯，传送，拜托，谢谢。我没有传送技能。那你用那个箭头。好的。来吧，我准备好了。不是吧？是那个啦，啊、应该是朝上的一个很像鱼的，有吗？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技能，这个吗？弹弹乐弹，哎、欸，为什么这个地方挂不住啊 ？Stop B， 哎 ，Everybody，Everybody，Stop B，Stop B，Stop B， 哎呦，然后嘞，我怎么上去？你在哪里？这里，左上右啊，左上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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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拿到了。耶、yeah! ！左上右，左上右，左上右，得得得得得，有没有？有的，懂币。不起来。对，推下去，推下去。阿茄，嗯，汤啦，阿茄。阿茄，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啊。阿茄，哎、欸，怎么了？他现在叫番薯。阿茄，我不行了。那现在叫番薯，你可以安心的下去了。啊，我下去了。啊，我呀。哎呀。萨满。哦。萨满好多。可爱的。哦，所以无氪就只能靠卢洛的，对不对？这很干呢、欸，很干啊！所以说一局如果你完整拿到的话，老鼠是一块啊，阿萨满的话是会额外加成。你送几个，好像就会加几分吧。啊，它的吊饰好可爱哦！这黑，这个，这好黑。我刚才想说，是不是没开灯？这什么东西？老居逛商店。我老居逛商店。
我说我继续逛商店。我可以听着老去逛商店。什么？老去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那个商店？你应该可以吧？但是个好东西，但是请爱护它。哇，你好厉害哦！有兔子帽子哎，叫做我知道啊，我怎么会没看到？这个好可爱。等一下，好抖，好抖！你们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我还活着吗？我还活着。哎、欸，下来，下来，都下来，都下来，不然我要封门喽。我拿了起司，然后终点在哪里？在你们家。哎、欸，死光了啦！说好下去呢？我是叫他们我是叫你们下来啊。哦，是真的下去也没错啦。等一下，要下面，等一下。手变得不要一直往那边。啊！这也算哦？算我想说我在那边。我回不去、欸，我想说，我过去就会沉下去，他妈换我过去死，我就死掉了，是太过分了啦，是不合理呀、啊！哎、欸，等一下，来哦，别动，来哦，友情大考验喽！我不在中间，然后你们这样对我，我哭了。废物！这怎么可能会不动？拜托、喔，我就没动啊，我就是我也没动啊。对啊，这怎么可能？我也没动啊！哎，怎么了？我没动啊！嘿，这个冰是滑不到的吗？还是我飞滑不到？你没看到没有半个飞过去的吗？你觉得是你飞吗？没想到大家跟我一样。嗯，如果我飞过去了，那就是你开外挂。那个最喜欢别人开外挂的。你不用那么贴心吧？不可能有再掉下去吧？等一下这个门会挡到。楽しみ。哎呦喂啊！我在哪？我是谁？楽しみ。我游下去了。我要拿到起司，安全的回家才是一个乖乖的老鼠。卡住。哎呦！救我！加油！谢谢。好了，我先离开。不行。为什么？我，你懂得。哦，下班了。我也差不多要离开了。不行。为什么？要上班，你可以像你要上班的话，可以让你走啊。另外一个要上，那个另外一个不是要上班，我是要上班啊。我不信，在结束前来个信仰之月。我不信你笑成这样子，你要那么爱工作。哎呦，今天不是啊，没上，没领签到，还是要吧。你要，但是你的企图不轨。你看你笑成这样子，我爱工作、啊。我的工作哇、嗯，你爱工作是不是啊？谁是工作？谁是工作啊？
你们好奇怪啊！你笑得好贱啊！我没有。请问我可以认识工作吗？还是他认识我？没有这东西。你叫工作来玩啊？什么东西？番茄加油，番茄。工作我不认识。你不认识，那请问你为什么爱你的工作？哦，他可以给我钱呢、啊。哦，那么好哦。他会买游戏给你吗？没有。那你会跟工作一起玩吗？不会，他热爱工作。哦。不是小雨，你我没工作。我没工作你有，你也有工作好不好？我没工作。有啊，你也有工作啊。没有啊，你在台湾有个工作欸。没错吧？说不定我香港也有一个工作呢。你这样子，这样不好啊。 Creeper 不是工作不嫌多嘛。工作工作太多。工作太多不好啊，钱可以赚很多啊。可是工作，哦，工作都会给你钱是不是？对啊。哦。到底在工作？我们是讲工作啊，怎么了？就啊，嗯，怎么办？就这就是就这就真的是你废了，我们都过来了。哇，那个兔那个帽子。啊！那个兔耳朵啊，谢谢。哎、欸，我在哪里？我看不到我自己，我一直看成帮我。想认识工作？那戴宇想认识吗？帮工作 QQ。家在哪里啊？右边，右边。通常七点都会是家啦，通常。谢谢。工作 QQ 不是我的工作，没工作。工作没工作啦。对啊，工作没工作啦。工作没工哇，我突然听懂了。工作连结啊，你现在还听懂吗？我们聊那么嗨。不是，我说我听懂小鱼的工作没工作。哦。干嘛？滑下去。不是我工作没工作，所以我要换工作，这样可以吗？那因为我的工作没工作、啊。嗯，那可以加可以加去找一些工作。对啊，你可以给他工作，这样也不对吗？你可以给他一个工作啊。哎、欸，我死掉了。你可以给他一个工作，会流口水啊。聊天室说，搞不好他有，只是你不知道。哎、欸，我真的，我怎么死了？哎、欸，我也死掉了，我太久没动了。你們没有动啊？不是啊，那个角落我有动啊。那角落一动就下去了。这个是这个三角，这是什么？好了，我先闪，拜拜。不行。可以。不行，叫工作出来。这是。我觉得他这样很不好、欸。这些老鼠在原地奔跑。他选择工作，不要朋友。我习惯了。哇，有想，我觉得这样真的不是很好。见工作忘友。哎、欸，他你还在哦、喔？没事，对不起。我还在耶，我还在耶。哎、欸，我复活了。复活？哎、欸，我那我嘞？我记得以前复活不是会变骷髅头吗？骷髅老鼠。现在都没有了。嘿，你想很可爱。就是你复活后，你就很像就跟亡灵法师一样啊，你就变成一个骷髅的老鼠。冲啊！我记得水光好卷。我记得绳子应该会直接冲就可以了、啊。没有人多的话，绳子会断掉。所以人不够多。对，就是太重，可能秀秀不在了吧？哎、欸、哎、欸，不是哎、欸、哎、欸，你在地图里哦，你还在哦，你还在哦哦。去了，我怎么办？我不会啊！啊？为什么怎么了？
我怎么了？你下去了？跳的话也会断，所以刚刚那个也算是友情大考验的关卡。左键长按是放。你会掉下去。不是啊，我。耶！交给你他们。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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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么刺激，不要学他。他妈的，你们给我过来，回头。我没有。你给我回来。我回来了。我要放，走开，这是谁？不要学好不好？人家是大佬，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自己鬼困住了，是不是？是。我怎么办？哦哟！你拿那个有箭头的东西把它推开来嘞！推你个头啊！这边一大堆人质，等一下哦。我怎么把东西拆掉？不行，你先不能拆掉。我可以拉你回来吗？不行，不行。等一下啊！小鱼来了，小鱼。这个把他推走，好了，他推走了，你不要下去哦。没有。好，你们，我，你要拿，我也要拿。好了，我真的要离开了，拜拜。哦，又要跳，你不要放气球，跳弹簧。弹簧在哪里？隔壁啊。我好像死掉了，没有。那我要怎么帮他们？那如果我放一个大箱子，这样可以吗？摸到吗？我去哪了？嗯，不行，对不对？那我能怎么办？我想一下，我用我的小脑袋，在这边放，用 C 放在最尾，然后接上去就好了。我看一下哦。可恶！我放得很开心说，哦，小鱼，我很棒，小鱼你很棒，就比那个爱工作的人更棒，你爱朋友，我爱你啊！你要爱工作好吗？那只猫，猫，那只猫，这边是什么啊？你终于下课了，今天未成年要不要来玩？哪里可勒？哦，你要推哦？它是解谜哦。好有趣！那关萨满太简单了吧？哇，那只番薯，救我！憨吉，叶子，tomato， 接不去，就他啦，三秒啦，剩，我还没有，那、啊、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很刺激呢。你怎么知道？你玩过？我不行，不行，我不行。帮我躲避。躲避是什么？我跳不起来。躲避是什么？那首歌不是？安这啥标题？不是标题啊，置顶。不会玩，不会给我学好吗？不会跑火丝链给我学。哦，到了，我到了，好强哦！我比西敏强，真的。哇，你也比秀强啊！我拿到了，我拿到了。他只会在聊天室打 A 而已。对。你剩13秒，塔农西敏。快点，躲避，躲避。Everybody， 真的吗？完了，你。耶！这个好像小朋友在玩弹跳床，一直端端这样感觉。我觉得下面可以走。哦，没事。脚怎么样？躲避。我以为我要死了。你不觉得这个很像土的那个要跳的那个转转吗？反正我们是不是没救了？
那个这样子，嘿，骗人，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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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我卡住了，我太胖了，我好棒哦，我成功了，等一下我太胖了，挤不上去，哈哈，不行，我也不行了。完蛋了，十点了，我的脑容量已经开始在空了，你不行了，坏了，想睡觉了。好啊，然后我再玩一下。光月再跑个彩蛋。你不会六容要一起学吗？没有，那个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你珍惜生命。为什么这边跳不上来了？那边就不能上来的地方了。我刚刚从下面跳上来的耶。你是从右边跳上来的吗？我是从最下面。不是，我们刚刚是从右边。你有看到我们现在一群在这边跳不上去？哎、欸，可以耶，有人跳上去嘞！我不信。那我刚刚就是这样跳上去的、啊，我刚刚是在下面的、啊。他不下来救我们，他在上面看戏。马同学，为什么有人可以拿着起司啊？我刚刚就是从下面爬上去拿的，而且这个卡住进不去啊。马同学放一个小的，放一个小的。没有，他刚刚怕把我关起来了。为什么你可以举起司举这么久？你凭什么？凶什么？凭什么？等一下他这边上不去了，上不去。哎，不喜欢。我不喜欢这张地图。上不去。等一下。没了。倒闭，倒闭。把他们困住，把他们困住，把这边一爬困住，对，困他们。你要给我什么？啊，你要弄简单一点的给我啦。等下是什么意思？这是直接拿哦、喔？为什么、啊？老师，我又不行了。是什么东西？冲刺。干嘛的？为什么他会一直在举？我刚问的啊。哎、欸，奶酪币。哦，所以我刚点的就有了吗？啊，我站好了，谢谢。刚点那个，所以这些有硬币的都是奶酪币吗？都要花掉吗？哦，货币看到了。I'm ready。好像在搭升降，升降机。全部都没有想要爬的意思。我真的不会啊！我会机马的，可是我不会这个。左下角可以升技能了。我说这个哦，可是我不知道点什么啊，还是我重置掉、啊？不然我觉得精神领袖感觉好还好、欸。你现在可以变成一只猫哦，你是点着看到变成一只猫。当一只老鼠死亡时，会留下一个临时蹦床。当一只老鼠死亡时，机械工匠的手套可以扩大范围。哎呀，动不动会死。每个都各有好坏，我知道啊。不可能有只有好没有坏的啊。太远了吧！这虫子要代价吗？可以的话，打耍大师先生比较好，移动施法。
打扫大师，打扫大师。这游戏还要研究天赋基本上都是先点定神哦，真的假的哦？对不起，打扫大师。这个哦，好啊。那游戏还有技能哦。有啊，技能就是你当那个萨满用的啊。在哪里？你点那个菜单，人头那个头像下面有个房子，然后下面有个技能。房子要支付十个奶酪币。不要。一个房子有很多房子呢。你也没买。有很多房子。有很多房子。你的老鼠头贴下面有一个房子，然后菜单跟一个衣服，有没有看到？对啊。对啊。然后最左边那个、啊。有技能啊。对啊。有地图编辑器，有看到？啊哦啊哦。啊，弄西米。啊，到我了吗？黑洞，黑洞，黑洞，耶、yeah! ！喂、啊，我们要怎么回去？没有，他这边算是开一个黑洞那个吧，传送门还是什么的吧，对吧？哦，来了来了来了！我在哪里啊？你结束了，你结束了。啊、好哦，对不起。要么你死了，要么结束了。欸？我看地图是全白的哦。啊对啊，他是全白的。解谜咯！什么东西？往左边走，走这边。嗯？其实在你乳酪在右上啊。这要怎么跳？你们不动死掉了。我不会拿这个起司。怎样？这个放肆？放肆？可以高一点吗？耶、yeah, ，谢谢。不行。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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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在哪里我差要骂脏话为什么啊因为我过气啊可以吧那你不是今天才要骂脏话吧嗯太呛了太呛了我没有，我哪敢呛他？我最爱他了。不爱呛我了。哎呀，我绝对不急，我找不了，我找不到。哦、什么？为什么扒不上去？不是那会弹，那个会弹，那个会弹。你应该要跳橘色那个，你要跳橘色那个才对。等一下了，你们太快了！我们还活着。你太快了啦！你们不用靠，我都已经可以。然后一群人死掉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哦，碰撞的，碰撞的，我最爱的。喂，有些人不行。那最后面就比较衰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有那个啦，有萨满，这关有萨满还好。哦，有萨满还好。是太早进去的话，西米，你这很贱呢、欸。西米你在干嘛？哎、欸，等一下再进去。哦，好，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赶快进去哦，不然你会那个。我只是想帮忙挤一下。你们萨满 是特别大只，还是我错觉？很大、欸。你是说繁星特别大只吗？
踏板就很大啊。啊，对。我不清楚。你不是看过吗？好了好了，我看过。啊！我的天。哎、欸，他质疑耶！天哪。你质疑他？他传了很多照片给我看呢、欸，他没传给你看吗？他头上都没有传给我看过、啊。Oh my god！ 跟 你好可怜 ，Shame on you！ 他传了很多给我看呢、欸。请问一张照片卖多少钱？不卖啊，为什么卖你？哎、欸，叫做王小，那个有没有？那个等一下，你再吵，等一下这一个可能会垮哦。我觉得已经快哦哦，你是上满了，好吧？怎么变小了？我感觉快垮了。这个我觉得不会啦，不会啦，真的不会，我过去咯。会吗？那我放气球，我拿到咯。为什么这一根会跑？它没有固定啊，那我把这些顶走。喂，哎、欸，没有。你那个出来，那个出来，它会卡住你。你先出来，你要不要出来？那个在里面。你是泡芙哦？等一下哦，那根是谁放的那么雷？不是我，我负责下面的工程哦。你可以帮我在这边放一个棍子吗？你可以帮我放一个气球吗？我们汤，我不行的气球。他好像很仰赖气球。谢谢我弹簧，我又没跳到。谢谢。最好了，最棒了。哦、oh. ，Tomato 是我的萨满。我必须得无视他。好，好，好。想看。哇，这蜘蛛网怎么办？就只能离开了吗？它只能平移，对不对？没错。哎呀，离开蜘蛛网有毒。为什么？蜘蛛网有毒啊？为什么？哎，小老鼠，新名小老鼠，你还不到，你要死了，你要死了，你要死了，三二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卡输入法，输入法。你在怪我咯，输入法是我的锅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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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们可以跳过去？我们要怎么过去？只是我希望体重重一点。啊、Tomato， 哟 ，Tomato， 下得去啦，白痴哦、喔。为什么我跳不？怎么下去？怎么下去？他会慢慢，他会慢慢。滑下去，到这边这块砖头，对，跳着不要动。等下我气球讨厌你，他不让我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跟你讲哦、喔，你如果气球放太多，这张地图就输了哦、喔啊。那我放一颗就好。不是，你大概看就知道了，它会卡住洞口。哦，卡住。看好、喔。哦。哎、欸，没有、欸。飘走了。没有哎、欸，那你可以往左边呢、啊。哎。完了，哎，欢迎加入。大家要气球，一颗十块钱。为什么我还不动？我很久了，已经要按下吗？你看到我在这里呀、啊？看，这好像老鼠在跑，看好恶心哦、喔。什么？真的走了？这是什么？哇！干嘛的？看不懂。啊，它会挤。他会哦他會好玩好玩，哎呀，是这样子吗？叫撞撞，然后呢？为什么撞不上去？没有哇，跳不上去哇，撞我，正好了，正好了。撞我撞！哎、欸，怎么那么难呢、啊？
比肉还难吧？下面是岩浆，要跳它什么意思？它的下面是岩浆，有没有看到三角形的？红色的那个是岩浆。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了，跳岩浆啊！哦，不是啊，是红，它红色下面那个 V 有没有？那个 V 是岩浆。啊！不要它！不要它！我也不。我的，等一下，我跑过去。我拿不到，拿不。不行啊！它好难啊！音调太高了，这关还没有上满，要靠自己。不太行啊，不太行啊，不太行啊！魔王关真的假的？我觉得还好，蛮好玩的啦。拿到了，我完全没人过哎、欸！烂图，烂图！好凶啊！小妞安安，嗯，专业的。啊，那什么游戏？有什么有番茄？你不是很 carry 的 low 吗？不是 low， 是我右手，我右手的、那個。你现在又说又是可以 carry， 刚刚又说不行。我有说我可以 carry 吗？你说那是 low， 那是 low 啊 ，low carry 啊，不是吗？不然是什么？没有啊，我就烂啊。完美并不美。啊，很花死了，一个死了。我刚会叫，就是会这样。回来也是哦。哎、欸，我活着了，谢谢谢谢上班。小鱼，干嘛？没有。干嘛呢？嗯，结束啦、啊。我没有，我刚刚看不到，哎、欸，这刚玩过了。又是这个。没事。冲，冲就对了。增加重量，所以铁针也会那个。等一下，啊、完蛋了，萨满，萨满大大。他说这一关这么简单，让我把它变难吧？是不是这个意思？番茄声音真的很好听哎、欸，我要去改光遇了。你要改什么？美声，美声番茄嘛。哦，算了。还不去追随他，还不去订阅他。我声音算好听吗？好听、啊，我要订阅番茄大大。我那天看了开箱视频，他开什么箱？是怪怪的东西吗？哦，十一个，我看的都是正常的东西。怪怪的，爆了爆了爆了炮！哦哦，对哦，可以这样跳。我成功了，上不去了。我看了什么鬼？好笑。这是安全的建筑吗？安全啊！谢谢。这个能回去吗？你刚刚都可以爬上去了，你说嘞？等一下，等一下。
完蛋了。嗯，完蛋了。可以在这里给我一个气球吗？爬，给我爬，给我爬！我爬到了，我爬到了，谁给他气球？我跟他翻脸。你用御姐哎，不然你用御姐声音说，谁可以给我个气球？这样对吧？你用御姐声音，我可以给我个气球吗？啊，我剩四秒而已哦，把他推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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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过啦，哎呦！我明明看到我进去了，这个是什么？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你是萨满呢？我能怎么办？这个是什么？哇！啊，我可以去上厕所。快死了！哇！快点，你的鼠同志们！一直在死，急速减少中。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呢、啊？我能怎么办？你铺个平台过去啊！我铺不了啊！你按 C 啊，你按 B 啊。哦，你在你的那个 B 的点点要在你的脚下。Hello， 你没按到 B 啊？你没按到 B 啊？算、哦。然后呢？就一直连吗？按西连，我就扣连，然后继续往前啊，继续往前啊！你可以西多按两下，应该可以微调那个，微调它的那个长度。西多按两下，嗯，哦，对不对？可以了，对对对对对，你很棒。然后再往前，走到最前面。等一下，他会卡住我哎、欸，我看不到我的。你按到空白的啦！吓到我自己。这样可以吗？你看一下他可不可以啊？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死？可以啊，这个可以。可以啊，这很可以。这样不会死啊，只是我刚刚先死完了。哦，对不起啦。哎呦！哎呦！哎呦！爬他的腿，爬抱他的腿，抱他大腿，抱他大腿。爬头，爬头，吃他豆腐，吃他豆腐。掀裙子，掀裙子。冲啊，绅士们！我不能了，我无法了。为什么？老师，我又不会了。老师，这边有老师哦。你要贴左边就是右上左，那贴右边是左上右。那你要哪一边？那一边就是最后一个按的，可以吗？这样好理解吗？我不行，我卡在他那个手提包那边。没事，我卡在他群。右边裙子这边，你只是香吧？马同学，右下角给个气球，谢谢。脚下，脚下，脚下，不要绑。这边，这边。你绑我会被推走啊！这是什么？只能到他的膝盖。我不行了，大腿大腿。对，我们继续往左边。你可以按空白键呢，不然你气球会卡到人。完了，马同学，这边气球其实可以空白键，不然。过不去，没关系。我卡了他的头哎、欸！哇，对我这么好！我看到两只小老鼠想要钻那个女角的裙底。你来第三次了，不行，太难了。哎哎哎哎，活动关，快去！猜谜，猜谜，猜谜！
什么猜谜？你去碰那个彩蛋三三乘三三九九。什么？就是你会看到地图上有彩蛋。负一。九加二加一。五减负。什么？先乘除后加减什么？负五。这是六十七十二十减。十减七十二等于多少？刚念出来，我快死了。什么什么？完了，怎么左边爆了？右边爆了，解完了吧？可能那边，然后就没了。这个解开有什么东西啊？蛮好奇。番茄 YT 叫什么？番茄啊，番茄，你聊天是打字 啊？你聊天打个字。有人想，有人想定，有人想去检举你。检举。我的频道是和蔼可亲的，等一下我打不出中文。有、哦，我死掉了，我要去订阅番茄。大家都是玩 Switch 相关的东西啊。订阅。嗯，刚刚是优惠的吗？昨天只是挂个台子 Q 我 Q 我 Q 号又不能做事情。Q 你两次，三次。啊，教主在吗？他应该不在了吧？第二次不是 Q 你？嗯。还不是信那边说什么你穿女装他就不会理克洛伊了，是谁讲的？黑月，黑月那个信信呢、啊？我想说你穿女装他就不会去理那个，就比较不会爱那个谁谁谁了，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你会在啊。这个其实要干嘛？是都要做上这个啊？没啥，过图而已。哦，嗨，这个。哦，垮了垮了垮了！这个是这样的吗？我被压死了！我被压死了！拜托杀那个 EMNY， 请杀了他，他不尊重我。你看他笑得如此秀嗨嗨，请杀了他！对不起。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你用你用玉结晶跟我道歉，我就原谅你。干嘛？这边跳了上去吗？做梦吗？可以耶。没有。用玉结晶道歉，做梦啊！我把自己逗笑了，我让自己笑了，白痴。快让请最后再救那个 EMNY 搞他，拜托求你了。干嘛这个要求这么过分吗？他不尊重我、欸，我死了。不是，是因为你又怎么了？你找到工作了。工作，你找到工作了。我怕等一下工作来找你。我回来了耶，我怎么办？嗯，跑啊。我跑去哪里？延迟啊，教主，没事。啊，干，我死了。哎、欸，我传送完了吗？为什么啊？我的气球好可爱哟、哦！耶、yeah, ，谢谢！我下来了，啪叽！所以我还是看不懂这游戏大家在玩什么。谁？我啊。哎、欸？怎么会不懂？碰到红色的吗？看起来非常的。这款游戏就是在玩那个啊，拿乳酪、啊。等一下，我看不到我自己在哪里。哦。为什么？啊、我在哪、啊？哦。这个红色是传送，是不是？嗯。应该说弹
沉下去吗？不是，我在哪？我现在看到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我走到。我在哪啊？哦，在这。哎，我又在哪了？不是，我拿到了，我拿到了。我看不懂，我在哪？我是谁？那怎么拿气势？啊，跳就可以了。就是去另外一边。哎，拿到了。等一下。那要怎么回去？一样啊，你看啊。你太按太大力了吧？慢慢跳，你要温柔，对，工作才会对你温柔。不行，好难哦。谁我在哪？跳过的啊？为什么你们跳得上去啊？嗯，超级机马有没有玩过？没有，啊，我死了。去玩。你这个会玩的话，你玩超级机马会变久。超级机马，阿明，你太大声了，你不用这样子敲你键盘，你键盘真的会坏掉。我很激动。阿明啊，洛洛伊怎么会看上你啊？欸、你看笑成这样子。这个不是我，这个刚才笑的不是我。那是谁？是我。你看，不是我。等一下，气球堵住，跳不上去了。啊？这气球是透明的，你想怪谁？这气球是透明的，哎，先生。先生，先生，怎样？我都叫先生啊，怎么了？没事，再送我一颗气球，谢谢。不要理他。你要怎么成长？不对啊，你赶快休息啊！我怎么回去？可惜，往左边跳啊！但是你就是要跟超级机马一样跳吧？哦，啊，对对对对对，右上左，右上左，右上左，要右上左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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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顺序，那可以啦，只是会比较久一点，因为有多奇怪的东西在下面。啊！完了，这么一句，机敏啊，怎么了？速通会不会？你跟马同学杯杯冲上去，对他来讲可能有点困难，速通，是会死啊。然后欸，左边吗？你要盖房子盖回去啊？气球？不用气球啦，跳跳哦，跷跷板呢？呜，原来可以这样子哦。什么意思？你们去左边，就是那个啊，箭头的地方。弹上来！哦，我以前都是盖那个热气球上去的。什么意思？跷跷板？你就踩最边边啊，弹簧啊。最边边，然后呢？它会把你弹上去啊。我为什么弹不了？我太胖了吗？嗯？没有啊。你去左边的弹簧，你去左边的，去左边的。有没有？然后飞不到哎、欸，飞不上去啊！为什么你们不行？可能什么东西体重有点太重了吧？不要动，叫你不要动！哎、欸，过来！
然后他不听话就把他关在那边也可以。好狠啊。在干嘛？到底？啊，完了！哎，我在哪里？为什么我在这边？我是谁？我在哪？哎，哦，通关了。另外一个是不是没救了？没救了，你要给他求完了，完了，求也不给我玩啊！怎么是我？干嘛、哦？这个是什么？迷宫哦？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迷宫哦，我死掉了。这是什么魔鬼粘之类的东西吗？粘鼠板哦。粘鼠板看起来太可怕了吧！好风，高级粘鼠板。好风向左。啊啊啊！有风。好，等一下哦。盖墙，可是我不能用钉子哎，丢下去。不要不要不要什么？我会怕，这是什么？你管屁呀、啊！你下次来，你厉害，你行，你来。可恶！我没有。你刚刚是什么意思？你刚说什么？这是什么？我在看看看那个看看讯息。然后嘞？学校通告啊。然后嘞？告你哦。死光了啊！对不起。然后咧，学校怎么了？叫你找工作。你觉得那位找工作的现在对了没啊？找工作没啊？还在找工，才跟还在跟陪工作，还在跟工作聊天，好扯哦。怎么是我？不是说你啊？哦，什么是你？你们怎么跳上去的、啊？沙满死了！对，你们怎么跳上去的、啊？我上来了，繁星，你看我上来了。往右边跳啊！我靠！我死了，我在哪？这个可以碰吗？啊啊啊啊！高楼大厦着火了，完了。我以为有萨满。哇，有外星人呢！你现在才看到、哦？我要开飞碟把你炸了！哇塞！这个太棒！冲啊！要他是不是这个外星顶着我啊？怎么顶你啊？还有就是他在射你啊，他射你吗？你们看到？那他会把你射到最下面去、欸？可以吗？
为什么？我怎么在这边呢？你一直在那边，你在那边发呆了起码二十秒了。在滴血的部分，我一直看到自己在上面。哇，你哪来的自信啊？真的。惨喽，心明！惨喽，心明！心明惨喽！心明还有惨喽，心明五秒、三秒、两秒，吓死啊！我信仰的一跳，我死掉了！哇！为什么死掉了？哇！哦，我懂了，懂了，懂了。啊，懂了啊！结果冰块嘞？不见了，冰块不动了，冰块融化了、喔。小丑炉，我感觉那个造型像蟹米，好可爱哦、喔。你们要不要靠右边？SM 删掉了，我删掉了。垮了垮了垮了，伦敦垮桥铁下来，伦敦垮桥铁下来，伦敦垮桥铁下来，啊啊啊，卡住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怎么是这首？啊啊！下去吧，啊、小婊子们！太坏了你！我复活了，等一下，我怎么复活了？不要，不要在这里复活！啊，谢谢。嗯。啊。咱们到十一点吧。好、哦，我要去睡觉了吗？我要去找工作。哇！好呀，我看错人了啦。我要去看那个找工作的在干什么。你等下帮我跟，你帮，等下帮我，帮我，帮我看一下。他就在陪工作啊。我吗？应酬哎，天哪，哇！启示在哪里呢？嗯，你身上一看应该就有。啊！给我一个说他没有，没有启示。到底是谁是啊哈呀？我的启示呢？怎么就你没有？他真的没有哎、欸。我刚刚也没有啊，可是我下去。啊，那个，你要跟他拿黄色 ID 的是拿着启示的，我们要去找他拿。好吗？他身上背没有，我说这种模式是，他身上会背起尸。哦，了解。然后他可以恶作剧不让人家拿，太邪恶了吧？原来是这样的游戏。那如果他死掉呢？嗯，就剩下的没有啦、啊。那就有趣了。我可以怎么帮你们？嗯，抖内我。好。他要怎样？这从上面爬出来的，这是什么？哦，你们有传送门吗？蓝色跟黄色的东西，有黑洞啊！你看一下聊天室，你看聊天室，哇，差点跳下去，黑洞，黑洞，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人家关掉的原因，很好笑。那、我怎么放？我不会，这样。对对对，你下次可以用看看透明的。对不起啦，哎呦，不会啦。我不要死啊！中间那个是在另外一个，到底在干嘛？你是左边的萨满，你也做一下事吧。无限回圈。哇！对不起。
哎，我死了 啊！我想到了，两条吧，反你不够长啊。啊，对哦，我不够远哦。对啊，那我们慢慢盖呢？可以啊。走，番茄。我这样什么都不懂，我就让自己错。从前这个，我不会，我真的不会，我对不起大家。我刚才也不会，他们自己跳。这个是，我是谁？我在哪？Oh no! 哎，这边有弹簧。喂，你这是弹簧白痴哎！每次被弹簧都超浪费，你知道吗？妈的，三个弹簧的扣打被用那两个还跳不上去，一排人。我跳，我就不会。你就不会，他就只是跳弹簧跳上去而已。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克洛伊看得上你啊。有人喜欢傻白甜。你是傻而已吧？你只是傻而已。你没有白甜好吗？你要知道。有人喜欢捡垃圾好吗？我拿到了，我拿到了，在哪？好过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好吧？大家都觉得他是傻白甜的。傻傻傻好吗？你傻黑臭！臭有人的啦，还是他是原黑臭？救命啊！住了，你们怎么在那边惹完呢、啊？我不会啊！进去了！难道你要我看？你要让我难过吗？哎呦！你让我很快乐，这样不好吗？还是你觉得你要让我很难过？我觉得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是啊，我笑成这样子，你看那个傻白甜。他可以把自己逗成这样子，我又上不去，东西的。你在哪里啊？我在，我上不去啊。哪里啊？你在哪？我在弹了，他在。你要上去的时候跳到最上面，再按一下跳。最上面的时候再按上，好吗？好好好。我觉得你没有很好，你是在敷衍我。可以吗？到最上面的时候按下上。对，好。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不要碰到冰块。喂，解锁成就。EITL 啊，我成就 啊！选择一个哦，啊，怎么有人带回去？我叫什么嘞？胆量老鼠啊！哦，好多哦，200多个哦！啊！我当啊！太要哭了，这游戏。免费抱抱，抱抱，我呀，这个是冰淇淋。早上好，中顾。哎，11点了，最后一场。好。给番茄表现哦，番茄。番茄叫番茄。你想死的来。番薯快，番薯。好像也不需要我啊，现在看起来左边很需要啊，想要免费抱抱吗？哎、欸，怎么抱、啊？
按错。抱抱不用钱。抱抱要两根白蜡。加号。哦，这个哦。要。要抱几次？要抱几次？番茄救我！哦、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超棒的，我天哪！下来，我用不到你，下来。还是你只是骗我说要免费的抱抱？耶！他要抱几次啊？啊，他怎么抱多久？不要，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别别别别别别！好，上去吧。欸，我忘了这成就怎么拿了。你只是单纯问我要不要免费的抱抱而已。那怎么又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不能动，做用地球不能动。你下来，你下来，那边我碰不到。这边好多泥巴。啊？哎、欸，他是不是讨厌你？我懂的哦。地球排挤我。拜托，这边看注顾一下右边。因为他也过不来。哎、欸，结束了，收工。死掉。不要回来，相信我。啊！等一下，这个东西。好吃的冰激凌。啊！我为什么被挤下去了？我上不去。没有啦，那个你拿到起司，你就会沉下去了啦，回来啦。真的啦，你放这个会是抖吧？抖抖抖，微抖抖，抖抖抖，最后一场了，各位，各位休息了，耶、yeah! yeah!。耶、yeah, yeah. ！你们可以去打撸了。没有，我睡觉了。你要找工作了？对啊，明天我去跟工，明天我去跟工作约会。约会啊？嗯。我跟工作有个约会。好好，我都可以约会。你要来跟工作约会吗？他们都，他创业。我比较想跟你约会。快。好啦，就老鼠今天到这边，因为。稍早他们在问说有什么好玩的，因为鬼抓人玩完了嘛，已经就大概那样子嘛，玩久也还是会腻。然后说不然有一款多人的免费的，然后就是这一款。可是这一款也不知道欸，因为当萨满真的很累啦，很辛苦。对啊，那这款之后会不会再开，几率是蛮大的啦。对啊，就先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这个云是不是靠过来了？干！好啦，拜拜。